哇，一直在问这是什么字？慈悲。慈悲。他们以为，他们本来以为是那静坐的人嘛，啊，我是。不，你看一个心嘛，哈，你看一个飞嘛，哈，多一个这个类似字这样，这个字嘛，这个多一个心，慈悲。我是在想很久，这什么字？叫德修。也是个。啊，你说你是谁吗？观世帝君。当时我在曹操的军营里面，那么啊，他知道刘备没死了哈，所以他要跟刘备讨伐，他没有变心的意思了哈。那么他就写这句话了，因为他说我用书法写的，他怕曹操看了也不开心了哈，所以就画这幅画给他。这个是没有的资讯的哈。那么啊，他就写了哈，里面有个字啊，不写公君仪，丹青。莫行不约战，有酒不邀饮啊！所以你看他的注释里面啊，就有一个字，原来是“不”字，一个谢，一个公啊，不谢东君，义啊，丹啊，青啊，
十五亿，这个是墨都看得清楚了啊，这个也是显眼看得清楚，墨玄也是在哦，那个中九雕的，啊，变成看得住他就知道说啊、他没有变性的意思。Hidden message 对，他们以为那个关公还是武将啊，你看关公是文武奇才的，而且这个是最高的间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 FBI 啊，在美国啊，所以关圣帝君哦，地位也是很高的。他从这边看来啊？不，你那图就是看啊。等一下，这个没有，他的这个布置嘛，这个线，细线的线，这个是风嘛，军嘛，总兵，军，这个军是什么？东安，东军。当啊，有文化到啊，画来的，还有蔬菜，关圣帝君画来的。This is up 呢、啊？